线上首播。好，是989线上首播。今天要送给你的是即将在6月份要推出全新专辑，他是李翊君，这次还尝试了很不一样的风格哦。然后虽然里头还有很多的李氏情歌，但是去除了很多的哭腔，特别要为轻熟女来打造。他说在这几年呢，其实他自己唱到很多感动的歌，自己唱到欲罢不能，于是呢在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歌也要感动每一位歌迷朋友。那现在要送上的线上首播单曲是在专辑当中同样也是一首李氏情歌，叫做星星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闪亮的眼睛，许个愿，看见了流星，把愿望送给你，有你贴近心里，这温暖穿透心底，心灵世界有你，感觉我生命有你靠近，安心陪着我度过风雨，不管怎样天气，不会被遮蔽，天空最亮的星星那颗就是你，闪亮眼睛像是明白我的心，默默不言语却总是不离不弃，不顾一切陪我翻山越岭，出道这么久的歌手要改变自己的嗓音，改变自己的唱腔，其实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难。但李翊君即将在6月份要发行的聆听专辑呢，就是很勇于的去打破外界对他嗓音的刻板印象。当然不只保有原来的这个特质哦，他也加入了很多新的元素，真的是向自己在挑战哦。刚刚听到的是好事989线上首播的单曲，来自于李翊君所演唱的《星星》。
6:27，好是989，继续听见伍思凯，一颗心交给谁？我的一颗心交给谁？交出去会不会后悔？